室外的徐姓男子27岁，抢救不治身亡。左前胸有疑似枪伤，手臂、脚部多处擦伤，头部没有明显外伤，胸中有血块，死因等待下面厘清。最后报案，一名男子遭一部自小客车丢包于医院前，该男子经医院急救，成功到治。那本分局目前已经掌握死者的身份及相关的资讯。警方组成专案小组，新查死者生前交往状况，不排除有帮派背景。要不要？疑似中枪受伤，遭丢包医院急诊室外死亡。警方与车中人全力气凶。三十网上荣文才能报道。好，那当中有内幕吗？我们来追查，看到了这名被丢包的男性男子，追查之后发现他也是跟前两天才刚自撞身亡的地方角头李亚秋、刘子贤两人交情匪浅。过程中，两人都以舅舅跟外甥的关系来互称。那巧的是，李亚秋过去呢，为了帮女性朋友出气，曾经被这位八八枪尖的主席洪进军昂姑干掉之后，就丢包在同一家医院。他被出狱后就放话说要寻仇，但没想到其实他前两天已经车祸身亡。这一位跟他关系好的徐姓男子，同样的方式被丢包在同一。